好，大家好哈，我是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美术系黄金福。那今年呢，我们的毕业生的展览叫矮矮石，哈，事实上透露出我们这美术系的学生啊，经历过这三年来的疫情，在后疫情时代，他们面对他们人生的一个新的真实性，回到了生活，回到了阳光。那他今年的毕业生，我们总共185位，将近200位毕业生，所以呈现的媒材啊，非常的多元、有趣，而且充分反映出他们在疫情时代啊，这种生活的苦闷也好，然后一些挫折也好，那对生活的生命的这种存在的本质，事实上每个人都一套的一个看法。尤其我们看到很多的这种非常的小清新的也好，或者说非常一种所谓的内在的呐喊的这些东西，都是他们这个新世代所逐渐要呈现的一个所谓的艺术创作特质。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去经历的。那今年的毕业生特别的用这个矮矮石，好像拨云见日一样，把这个三年多来的这个时代的这种无奈，用这样子一个正面的、积极的，然后拨云见日的，看到阳光、拥抱阳光的这个真实形态。那希望欢迎大家，5月、6月，我们都还有持续的一个展览，大家一起来观赏南英大美术系毕业展矮矮石。我们南英大美术系事实上是全国唯一的技职体系，我们跟一般的美术系事实上不大一样，我们在做一种所谓跟艺术与产业结合的一个艺技平台，甚至是一个交流性的东西，我想这在学院里面是非常少见的。因为我觉得后疫情世代，包括我们现在面临到战争，包括所谓的这个通膨的这个东西，我们训练学生他出去就是一个技职能力，他有专业的能力，所以很多的作品事实上他们还没有展出就已经开始跟企业界结合，很多企业已经看到他们的这个努力。那他们出去之后，事实上文创产业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出路，他们也绝对有能力做这些的企划也好，设计也好，或是创作也好，这是唯一我们现在国内所谓的科技大学里面，我觉得技职体系应该陆续去培养发展的一个路线。然后呢，这是我的作品，叫做不完美的完美的这幅画，就是我在创作这幅画的过程当中，领悟到的一件事情。因为呢，这个礼貌其实开始是我一开始想要表现的方法，就是由于它的不完美，而让这幅图画完之后，它的不完美而呈现另外一种不同的完美。这幅是我这幅画的一个表达的方式。再来呢，这幅图是我在今年所画的，也是我的第四幅作品。对，然后是一个用水墨来做一个表达的方式。然后双面怎么创作这个？当初我是想要创作一个我这个阶段的时候的状态，然后因为女性感觉比较能表达比较情感类的问题，然后那时候就是姐姐跟我差一岁，然后就想说那画她或许更能表达出我想表达。那为什么没有想要画你妈妈呢？妈妈已经很大。OK， 好。那这画多久？听说画很久。两个月。是油画还是什么？是油画。油画哦。那你现在是几年级？我现在是大四。大四，那你们以后要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？可能就先继续读书，然后就是还要再继续读。对，研究，我们需要研究所就。我可能会，就如果可以的话，其实蛮想去的。那这个画的主题是什么？题目是什么？这个主题叫做等待。等待，就是，对，为什么要叫做等待？我在创作这幅画的时候，其实我主要是想表达一个情境，不是一个结局的东西。然后这个回首动作其实是想表达，就是他在走路的过程中突然回头看向这边。然后一般情况看到这个画的时候，就是没有一个准确答案，就是我要跟回头这个人诉说些什么，还是这个回头人要对我说什么，还是我做了什么？我刚刚看到那朵花，这朵花是贴在上面，是想要表达的是一个情感，就是一个情感，就是因为等待，就是等待我诉说出来的爱情，然后花代表爱情，代表感情，然后这个胶，这里画一个胶带贴上去是代表是刻意的，就是我是刻意想要做什么，但是这还在一个。进行，但是还是没有做出什么动作，所以才搞出来。啊，谢谢。女生的躯体上半身是水面的样子，然后故意转过来，然后一只水面从里面掉出来，来显示说
怎么会想要创作这样的题目？因为我想要把我现在此刻的想法可是感觉蛮好像溺水一样，感觉自己很蛮像溺水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因为我的大主题是金木水火土，那这张是以水为主。那这次展出总共多少件作品？这次总共同学总共200多件，有多少？这一场对，那有多少同学参与？200多位，200多位都美术系，四季二季都有吗？七季四季。那这次展出以后还会在哪里展？还会在各个小组，会在台南市区的各个美术馆。是哦，至少每年都有毕业展。那我们每年毕业生都差不多200多位。那今年很特别，就是说是疫情3年来，那我们今年终于迎来了后疫情时代的这个新时代的这个艺术想法。好，所以他们创作非常特别哦，非常多元，而且充分的反映他们这个世代经历这3年以来。好，沉闷也好，或是苦世代也好，但是这个就跟我们今年的毕业展主题一样，矮矮时，哦，拨云见日，终于看到阳光。那我想，人们渴望，拥抱这个疫情后的这个新的真实系统，我们要面对新的真实。就疫情后，我们已经开始可以开始去真正的享受阳光，拥抱生活。哦，我想这是一个未来他们世代一个课题。好，他们也很幸运，身上经历过这。从来没有过的这个人类文明的一个灾难，但是他们真的好像蜕变了一样，哦，所以 IS 实际上充分反映他们这个时代的想法，所以他们这一次无论是这种迷彩，或者说这种水墨的，或是各种迷彩，哦，都是以他们新时代的想法为最主要的出发点。那创作的你刚刚讲迷彩，那大概有几种类型的作品？有他们，我们今年身上有油画、亚克力、水墨、雕塑。好，哦，像我们那边可以移动的位置，好，哦，这边就是比较富三个立体的，好，哦，立体的这个雕塑，好，哦，那事实上他们都是非常精致型的，像这个是用纸浆，好，哦，所以我们毕业展的这个媒材，事实上不会去限制他们用什么媒材，但是就每个人好，哦，找到他们自己喜欢的这个方向，就是材料跟他们之间的这种亲近的这个程度，所以更能够反映出他们这一种世代的一个想法。所以各式各样的媒材，多媒体也有，也有电脑，也有摄影，啊，事实上都是很多的可能性。那我们大概美术系学生毕业以后出路大概都？好，我们毕业学生出路，事实上现在是一个文创的年代哦。那我一直强调，我们是唯一的，在全国唯一的技职美术系。好，我们跟一般的大学美术系，它比较走向美学的、哲学的思考型比较不一样。我们这边真的是培养技职系，它就是有一双手真的很会画画。所以当他把这个美术的这个涵养培养起来以后，他以后要从事其他的各种可能性都有，包括设计，包括公共艺术，还有现在的所谓的百分比艺术，公共艺术实际上也是非常重要的。那雕塑也会走向这一个，好，所以未来呢，这个绘画艺术已经不再是传统的一种画廊美术馆的问题，而是整个生活，好，都会应用到这个艺术的这个层面。像我们学生就业的状况都还不错，还不错的那些。对，也有在教学，也有在工作室，然后也有一些文创产业。好，谢谢。
I'm dreaming in dreams bigger than me, taking my time giving to me, paint my life into a masterpiece, coloring it how I want it to be. Won't stop till I see what I want to see. Difference like that.